么就慢出来了？哇，太棒了！今天我们要带来的这个是很特别的，都是彩蛋。歌里面再融进去一个什么？刚他们融进那个放手，就跟你说的放手。一唱，大家真的是吓了一跳，对不对？没想到这么合。对呀、啊，来看一下他这一个 MV 是什么？带领这首歌曲高亢嗓音，深深烙印在脑海中，让人挥之不去。这回想要无缝接轨的搭上其他歌曲，一凡能办得到吗？真心的拥抱，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一定会遇到对的人出现。哇，太棒了，现在两个魂球终于离开了舞台上，只留下对的人。对，是虽然是在全世界的众目睽睽之下，我也是可以干出一些禽兽畜生不如的。那我就来这一首对的人，好，好吧，这个有彩蛋在里面，厉害吗？蛮厉害的。脚会怕难吗？其实我还蛮怕的。蛮怕的是吧？不行，输了就上了。来，一凡带来对的人。心中是否还苦恼？那次受伤否决了爱的好？谢谢你的关照，我一切都好，一个人不算困难。你这样已经掉到马下了。哦，对耶，紫薇，不是太危险，啊，可是你的脸是太危险，太危险，飞太远。好了好了，赶快上马，赶快上马。紫薇，我们好好感受一下这一刻，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尔康，我已经没有这样被你拥着了。啊，尔康，没想到你竟然可以甩到我的脸。没想到你这么长啊。紫薇，你听好了。玉凡，你也听好了。当然没有人能比我更长，因为我已经留了13年的头发。好喜欢你啊，紫薇。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也是。你说什么？
我听不到。我也是，我也是。你有多爱我，我就有多爱你。不不，我的爱甚至比你更多。紫薇，我你是爱我这么多的话，我一定比你更多，因为我对你的爱已经满了。如果你已经满了，那我就满出来了。伦理道德，好不好？那前面唱完，后面出来抢完戏就结束了，就没了。午夜自嘲里面会有唱歌的啊，哎，那个哎，后面那一句怎么唱？哦哦哦哦哦！我就接到这里唱。对啊，我相信这一首是很仓促当中完成的一个作品。我们一起来看看到底得到几票的肯定？啊，秦剧派。恭喜又赢了，又关了，两位，哎，你有算吗？没选啊，四，用眼睛看就好了。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三十六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没事没事，哎，你会报错球，谢谢谢谢。对，忘了，可不可以一个？哎呦，一个小小小小，请他骑马回去。你们两个要一起骑马，来来来，给你给你给你骑，给你骑，给你骑。喂喂，马头，你没事吧？可不可以这样对他？就帮一个小忙，什么忙？你们把这两个舞台搬下去。好，快快拖一下啊！哎，那你不能先搬嘛？方便搬了哎！哎，你看你不方便呐？我没有搬，我现在不能搬，不行呐！三个月后再搬，好不好？